怎么样？你要买什么东西？大跳车。真的、哦？可是那很贵耶。我买得起。你买得起？那你要怎么买？你怎么有钱？又有一个钱。你有一个钱啊？那你要怎么赚钱去买吊车？就赚很多钱。怎么赚很多钱？就是公司工作。去公司工作，然后嘞？赚一赚，还有嘞？去，然后去公司工作，然后嘞？